好啦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黑羽来频道，又来到我们的 FGO 超高难度挑战。那这次我们要打的是美分租借商店，有人会说爆冷打不打？其实我不知道，对，看状况，因为爆冷听说蛮麻烦的。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进关卡。好，来来来，我看一下，哇、哦，他又来了，哇、哦，那个，好，来一开始就开个宝具，对，我看一下哦。防御加一下，反正每分不难，但是它比较麻烦了、啊。我看一下、哦，攻击要开吗？攻击先不开，对，不开。然后，目前第一回合都没事。大连有个阿瓦隆。好、哦，哎呦，奥特曼迪亚是可以开咯，可是我看一下，星星掉落是不是？星星这叫 Q 卡，是 Q 卡，哇，没 Q 卡，哇哇，暴击暴击暴击，好，没有暴击。哎、欸，左翼，假如说我假如要暴击好了，那我可以开宝具吗？只要有暴击到就好了。好，我先开一次吧。七八九十，拉二真的很吵。我看啊。我知道要出角色卡片，对，先一波输出，来，应该是可以暴击吧，应该是可以暴击。等一下、喔，暴击跟掉型，可是没办法，没有那个，对，没有 Q 卡，只能硬拼，啊？需要掉那个、啊、星星。来吧，上吧。先这样。啊，对啊，我技能练满了，我刚刚应该一起开的。对，红卡也有机会掉星。我看一下哦。对，梅林还要暴击，这暴击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暴击，这把我记得没错的话，这是暴击。我看一下，星星哦，星星掉落，哇，啊你嘞？那个暴击啊，看暴击跟星星，啊你嘞 ？NP 干我三个都要磕一个，好，可以，要来就来，是不是？NP 打加克，为什么打他都那么痒啊？左翼啊，那个要怎么样才可以消完？太机车了吧？就慢慢来，哇哇哇！他有一个。满了，可是，我觉得现在应该没必要，再次看一下，暴击要暴击，应该可以，奥特曼假是应该是可以暴击的，要尽量使用他给你的 buff。星星掉落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可以。
好，我们就尽量消，尽量消。哎哎哎哎哎，梅林梅林，你有事吗？干，星星掉落，干。暴击，爆了！有感觉到打他现在比较痛了。小啦啦啦，他们好像三重八加九，没事，我小心点，我小心点。无敌打开。对，白框没办法，那个解落体的那一招没办法解他那个没办法解，所以基本上没有用。好，我看一下哦，我看一下你们有什么问题。暴击跟宝具累积可以可以。啊，你应该没有，对你没事。孔明要暴击跟宝具跟 P， 然后。暴击星，哎，他也没事，所以孔明主要是梅林啊，主要是梅林，哇，好像还行。我开无敌了，就不用开十名八阵，就这样吧。孔明灭气啊，干嘛开无敌？我刚刚按下去已经来不及了啊，那时候没有想到，可是没差啊，我。孔明灭气可以再晚点再用，虽然照来讲先用孔明会比较好一点。打加克，打加克，打加克。击败了，被踢飞了。击败了，拜。哦啊！玩到了几百！我刚刚原本想要看，然后那个靠腰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看一下有人有事吗？哦，你好像要暴击哦！哦，怎么一直叫我们的阿瓦隆剑圣暴击啊？好烦！啊！又断线。机车？怎么最近那么容易断？现在奥斯曼迪亚是满了，然后他需要暴击，暴击好痛。然后孔明需要掉，孔明需要掉那个，看我看一下每分还有几个。感觉好像快了。孔明需要掉星，啊，我蛮想要自串的、欸。算了，来，上啊，插死他！好像有点母汤。哎呦，是哦，蛮高的，蛮高的。哎、欸，我没报啊！我没报警啊！靠腰好像没有机车，刚是不是没报到？我看一下，刚是不是没报到？哇，宝具攻击下降，星星掉落跟宝具累积，星星掉落跟宝具累积，然后哈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
哦 ，B 卡是 B 卡，所以分别是 B 卡星星，那么星星掉落，哇，有点麻烦。哇，现在也没有那个，靠北。好，没关系，一样照开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好，也只能这样，好像也只能这样，各位，没办法。然后各位可能会觉得说，哎，聊天是怎么停的哦？因为我后来拍到一半断线，所以我就直接用录的，对，来试试看。赞哦！摩洛里。大家客，大家客，我也会讲日文。哈哈，啦啦，他剩两个，他剩两个金钱币了。哦，不止，对不起，他后面还有机车。哈，哦，干，一二三四五，所以他下一回合还会再加。然后他要开宝具，那我先给奥兹曼迪亚斯上个。无敌，那我们来检查一下每个人的状况如何。来啊，梅林需要 B 卡，哇、哦，哇、哦、Q 暴击跟星星啊，我看一下，有的让你爆，有的让你爆，暴击跟星星 ，A 卡没得 A， 哇，尴尬，尖界。没关系，好，然后梅林，梅林要什么？梅林要暴击吗？梅林要 B 卡，暴击跟星星，暴击跟星，可以，暴击跟星，好，就这样吧。最吵的王，星子安配音真的很好听，恋爱，对啊，子安的每一个角色配的都很他的风格，对，小啦啦啦。又不能啊！我看一下，注意 ，Q 卡下降，暴击，好，暴击，需要暴击 ，A 卡 ，Q 卡，然后爆星星掉落 ，A 卡 Q 卡，好了，我先以奥兹曼为基准 ，A 卡 Q 卡。孔明也要暴击，梅林要暴击的。哎呀，我自串，我管他的。可是好像也不能不管。哎，我也会打死哎，现在不够，差一点点。哇哇哇！哇，是谁呢？梅林再见了，梅林，各位跟梅林说拜，跟你拜。击败人总是死得特别早。好，师匠，我看一下哦。啊，宝具。哎、欸，哦，我有宝具，没事。好，没事。啊，看一下，宝具累积，宝具累积 ，NP。好，那就开宝具，然后跟累积宝具。哎、欸，刚才没加到，对不对？哎、欸。哇，可是我有点不太想，
有点尴尬，因为他现在排在第二条线。没关系，我不理。啊，干！可是孔明靠腰，好。孔明的 GMP。就这样吧。哦，有人被晕眩的睡哦。赞哦，他 buff 越来越少了。哦，无敌！好，来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保具威力下降，哇，而且是超下降。保具厉害还在攻，好，好，来看一下他。哇，金钱币还有，真麻烦。干，我们就直接上吧，各位。Q 卡，有有 Q 有 Q， 好，太难打了吧。应该说不难打，只是很麻烦，要随时注意。嗯，蛮痛的。来，注意注意，还要我干嘛？哦，晕眩，几百。好，他没事做了，来哈 ，NP， 跟 Q 卡，啊，好，没关系 ，NP 跟 Q 卡干，自串吧。也只能自串了。他晕眩我，是要我怎样？李炫，你会入境没关系哈。我一直都知道。好。B 卡性能下降 ，B 卡 A 卡 Q，B 卡 A 卡跟 BA 好 ，B 卡跟 A 卡 ，B 卡跟 A 卡可以。啊，你嘞？好 ，B 卡 A 卡 ，Q 卡，干暴击，干好。没关系，等下注意注意，等下我忘记他等下发宝具了，虽然我好像也没事可以预防，应该没办法预防。是谁呢？该不是奥斯曼迪亚斯吧？真的是，哇，被砸死了。好，再见了。哦，对好，还有毅力，是谁？哦，我们的治安五人还活着，
对，我刚才也没办法防，没事，还好还好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可以再开一次宝具，宝具，宝具跟 B 卡，宝具 B 卡 Q 卡。好，宝具，好，就这样，还行，蛮顺利的，蛮顺利的。我奥斯曼迪亚是那个活很久，哎呦，哦，还没，还没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果然不行了。哇，斯卡蒂被封宝具，哇，莉莉丝，莉莉丝哦，目前应该都不用开吧？回避状态，然后增加攻击力、防御相伤回合跟宝具，所以先不用看。然后呢，减弱化。技能冷却少两回合，没有什么大事，可以用孔明。哇，莉莉丝，莉莉丝做一点输出，就这样吧。孔明的蓝卡也太多了，好，没人被晕眩。来，再来！来来来来 ，OK OK， 应该没事吧？宝具的累，好，宝具累积可以，宝具厉害。宝具累积跟好 B 跟 Q， 看孔明没机会。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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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 A，Q 跟 A，Q 跟 A，Q A 好，哇，等一下，我这次。累积，开吧，先把试驾开开。星，帅。宝具累积，哇，后面真的是越来越多哎。他应该没了吧？我看一下他的金钱币。哎呦，没有了哦，专心输出。可是也没，现在也没办法那个。好，来我们一个一个看。宝 A 卡 A 卡 A 卡。A 卡，哎，哎呀，两回合哦，没事。A 卡 ，A 卡跟暴击，术师将要暴击，干，不是 A 卡也行啊，宝具，星星。嗯，好，
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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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赢我，机车。所以解除落体的可以解晕眩吗？好，我可以开个宝具。我们先把莉莉丝解掉，对，然后呢，两回合的提升一下防御力，因为等一下他们要来保具了。哎，可是我有那个啦，我有回避。全部都给他。好，好，我觉得我可以，我觉得我可以。等下他需要哪些 ？Q 卡超快，攻击变高，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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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注意了，应该可以吧？30万应该可以吧？足以保3呢、欸。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稳了，稳了，各位稳了，稳了啊！赢了，赢了，哇，过了，开心。这一关蛮有趣，其实我觉得他们关卡蛮有趣的，做的很好，就是很有美分的感觉，对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关卡蛮好玩的，它每个关卡都有这重整自己的特色，所以高难度其实每次也蛮喜欢打的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超高难度的关卡挑战美分铸界商店也完成。那如果喜欢这个系列，记得订阅黑鱼 Life 频道，记得按小铃铛，然后分享，可以在下方留言说你们是怎么过这个队伍的。那我们就下一次高难度见，拜拜，拜拜。